《金星三部曲》第三部《金星天使启示录》，作者欧米娜·欧涅克，翻译张国仪第三章因果会带来什么影响？因果层界会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影响我们的生活。你在过去曾有的转世投胎记录，全都存放在因果层界里。 那些灵性已经转化而且程度进阶的人，可以读取这些记录。这些记录也被称为阿卡西档案。每一个灵魂都能够达到这个意识阶层。事实上，有很多个人和灵性团体都会进行前世疗法以及判读，而且还有很多人会在这个过程中经历到前世再现。有时候。 既有了解前世的经历，能够对一个人在今生的体验和人际关系有所帮助，因为前世种种能给他们一个清楚的概念，让他们明白当下正在发生的经历和关系是由何而来，也因此能够判断究竟这是业障，又或者只是一个自己制造出来不必要的经历。身为独立个体的你，创造并选择了你自己的人生和体验。 尽管你本身并不记得这一回事，没有任何事情是巧合。每一个灵魂在投胎之前，都会根据他们之前与其他灵魂之间的关联，以及自己本身所需要精进的特定体验，来选择他们要过什么样的人生。所有这些过去的选择、人生的体验，都储存在因果层界的因果体之中，而因果体也是组成所有灵魂的一部分。 有时候，心理学家将之称为潜意识。如果灵魂选择了一种生命体验，但却没有从中学习到什么，也没有任何进步，那么就会产生不必要的重复。很遗憾的是，这种状况太常发生了。这都是因为在人类社会中，关于这方面的教诲非常有限。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灵魂，也没有意识到有其他的层界存在。 你就不会知道是你自己选择了当下这个体验，而这也就让学习变得更为困难。因此，你会花非常多的时间痛苦挣扎，感觉困惑，更无法明白为什么你会在这儿。一旦你学着接受是你自己选择要来到这里，一旦你停止与眼前的经历对抗，明白了他们是为了让你成长而存在，那么你就能大步向前。 不再被困在这些经历中动弹不得了。当你缺乏了解，你就很容易会有情绪上的波动，心理压力也会大增，而通常这只会为你自己制造出更多的因果业障。有句话说：“没有杀死你的事情，只会让你更强大。”说的一点都没错。学着去接受每一段经历，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这是让人生更容易理解的重大一步。对个人来说，储存在因果层界里的记录有着许多重大关键。每一个灵魂都有能力阅读自己的过去。我非常鼓励这个方法，因为每个人的前世都和他现在所处的状态与地点有关。身为灵魂，你有能力前往我在这里所提到的所有层界。灵魂没有任何限制。 除了你为自己所制造的限制之外，灵魂可以凭着意志离开肉身，前往任何一个层界。在每一个层界里，你都有一个可供灵魂使用的身体，这个身体会和那个特定层界的频率共振，保护灵魂不受伤害。所以说，灵魂在每一个层界中都可以，也都会有一个载具。在咒语及其功效一章中。 我为你罗列了这些层界以及与之相关的咒语，这些咒语能改变灵魂的振动频率，让灵魂能够体验并前往这个咒语所代表的层界。当然，这时你一定要请求自己的守护灵为你确保肉身不会受到不好的邪灵侵扰，同时也要告知你的意识，让他记得你即将看见、听见和体验到的一切。有时候。 心智会拒绝接受那些不在原本设定之中，或是不被肉身世界认可为有逻辑或可以相信的事物。为了重新与因果体做有意识的连接，你必须坚持自己一定要记得这过程。为什么？因为心智是用来创造和记录的工具，灵魂才是主宰。太多人以为心智掌控了一切，实在是大错特错。 不过，这是因为那些想要掌控他人的人希望大部分的人都相信如此。然而，一旦我们开始学到真相是什么，我们就能够掌控一切，而不再受控于他人。这么一来，我们就不会再轻易相信其他人跟我们说的话了。我们知道的比他们更多。你一定要真正知道，而不是相信。相信是可以改变的。 但真正的知晓却是坚定不移的。如果你规律的练习冥想，慢慢的你就能够开始进行灵魂旅行。在灵魂旅行的技巧一章中，将有更细节的介绍。如果你希望心智能够记住某段经历，你就要让因果体与心智重新连接，你也要把完整的掌控权交给灵魂，而且本应如此。 因为你就是灵魂，你得了解自身所有的经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如此你才能完整。人必须接受自己曾经做过的事，以及曾经所示的自己，这些全都是自己的一部分。每一段经历，无论它被归类为好或是坏，全都是深具价值的。 因为灵魂需要这些经历，才能够在这个肉身世界中真至完美。接下来，灵魂将进阶到位在肉身层界之外的其他层界去学习，而那是眼下这副肉身和大脑所无法领会的地方。如果我们能在这副肉身中重新连接所有的自己，肉身、情绪体、心智体、因果体和以太体。 并且明白所有经历和所有这些自己都是灵魂体验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就能开始明白自己所处的宇宙是多么的广袤无边，我们所有人是多么的伟大，能够与万物相互连接并成为造物者的一部分，是多么美好的事。所以，接受因果是所有灵魂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它握有通往我们的过去与现在的钥匙。 如此一来，我们便能真正知晓那身为灵魂的真实自己。第四章，心智的运作方式。心智的运作方式是一种根据你所学习的东西来进行记录和记忆的程序，其功能是让你得以在这个肉身世界中生存；而在星光层界中，则是根据情感来作为心智的基础。 心智和大脑其实与电脑非常相似，它们都需要被设定，或者说需要先输入信息，通常是语言、数学和逻辑。大部分信息的基础都来自于那些被认定为是事实的概念。有许多科学家、医师和教师都将心力投注在学习的心智过程上。一个人如果变得太过理智， 那么，任何不合逻辑的事情，他都不会接受。因此，我们必须了解并好好利用心智运作的方式，同时不过度受到它的影响，以至于让自己无法接受任何超越肉身生命的概念。过去，绝大多数伟大的科学家和发明家都是身怀远见的人，他们愿意接受那些超过逻辑可以理解或尚未被认为是真实的可能性存在。 他们不但是了不起的思想家，同时也懂得从更高的层次，像是直觉来学习，并从中获得了关于所谓现实的重要洞察。爱因斯坦就是其中一位，他允许自己克服并超越众人所认定的事实逻辑去思考。或许在这个大家所理解的肉身世界之外，还有另外的存在方式。 他明白时间和空间不过是人类自己想出来的概念。尼古拉·特斯拉则是超前了众人所认定的能量概念，找出了尚未被发掘，或者说尚未被目前的科学家所理解的新能量来源。令人遗憾的是，大部分人只在现实有限的框架中学习。 而且必须在自己并没有真正以独立个体去思考的状态下，重复许多课程。他们终其一生都在接收别人教他们的东西，而且无法相信其他的，跟机器人差不了多少。他们不断重复着写好给他们的程序，从老师、父母、教会、文化和社会领袖身上学习。他们接受自己是白人、黑人、黄种人。 印第安人、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人等等，又或者他们是欧洲人、美国人、亚洲人，然后他们是社会主义者、民主党员、共和党员，或是左翼人士，却从来没有问过自己是否真的相信这些身份，只是不断重复他们所听到的，最后就真的认为那是自己的想法了，甚至连偏见也都是学习而来的。 心智，或说思考的运作，其实应该是被用来作为学习和创造的工具，然而它却被我们的社会操弄，被用来当成控制人民的方式。社会不允许大家自主思考，而是要将所有人程序化，以符合那些控制者所设定好的规则框架和组织架构。他们成功了，因为大部分人都落入陷阱之中。 这个陷阱就是，你没有选择，只能相信他们所说的。而且，为了要能融入社会并被身边的人接受，你必须要有一定的行为举止表现。你相信自己是某些情境的受害者，所以你需要这些控制机构的存在。某种程度上，或许这是真的，这是因为你正如控制者所想要的，用他们希望你思考的方式来看事情。 而你的想法成就并支持着现在的这个世界。那么，你该如何克服这个困境呢？其实非常简单，问问自己：你真正相信的是什么？你真的认为那些寄居在有色人种肉身里的灵魂比较低劣吗？他们所信仰的宗教真的让他们变得比较优秀或比较差劲吗？如果他们也是自身社会程序化后的产物？ 那么他们不也是受害者吗？唯有当你把他们的事实当作是自己的，你才是受害者。不要让自己成为习惯的动物，终其一生犹如机器人般重复着设定好的讯息来生活，活像一部录音机。醒醒吧，找到你自己的立场，改变你的看法，允许自己真正去思考你相信的是什么。 你们地球人和我们金星人之间真正的差异在于，我们不相信什么事情是真的，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的，而且明白其背后的道理为何。何谓现实？现实不过是某个人或某件事的其中一个面相或观点罢了。为了了解这一点，你必须能够改变自己的观点，去接受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对于现实的观点或看法。 举例来说，你看着一张椅子，觉得它的大小刚好够让我们人类坐在上面。但是对一只昆虫来说，这张椅子非常大，它要花非常多的时间才能从椅脚爬上座位。对我们来说，这张椅子是实心的，但是对光子来说，它不过就是一堆原子的组合，而且光子可以直接穿透它。 对我们来说，椅子看起来静止不动，或说是个静物。但如果你从外太空的宇宙飞船里看，这张椅子其实跟着地球在转动。对其他国家的人来说，它甚至看起来根本不像是张椅子。然而，它却存在于你的现实之中。所以，你对椅子的看法其实只是你自己的看法，那是属于你的现实，但却不是唯一的现实。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着去接受他人对于现实的看法，并允许自己用看起来似乎不那么有逻辑的方式去思考。我们不能够去挑战他人对于现实的概念，只能接受那是他们的看法。我们都只能够经历属于自己的现实观点。每一个独立个体都有权利拥有属于自己的观点和体验。现在，你就能明白。 我们可以如何学着去改变我们的看法或观点？接下来，我们必须学着去克服我们所学到的各种限制。学习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就算眼前这个短暂的生命循环结束了，你也还是会在另外的意识阶层中学习，而那样的阶层超越了你目前有限的人类概念。记住。 没有所谓更优越的人种、文化、宗教，只有我们自己做出的选择。或许你曾经被教导某个宗教、种族或国家比其他的优秀，但这些都只是心智上的概念，并不存在于现实之中。当我看见或遇到一个人的时候，我看到的并不是一个黑人基督徒或白人天主教徒之类的。 我看见的是一个寄居在肉身中的灵魂。许多人被困在对于自身的概念中，我们都在学习的过程中，而许多你所想的都是别人的观念，并非你自己的。然而，你们许多人都会接受别人的想法成为自己的想法。同样也别忘了，如果你相信并接受这些概念，认为的确有所谓的优越存在。 那么，你就为自己的人生制造出了压力和冲突。为了要成为优越的存在，你必须去找出他人身上的缺失，这样才能说他们比较差劲。冲突于言而生，争论也将凌驾于信仰之上。然而，当你从灵魂的角度来看，你就会知道这些都是谬误的想法，并非真相。真相是。 无论个人选择要学习什么，或是如何满足他们的需求，对他们来说都是好的。他们有权为自己做选择，就如同你一样。地球上存在着许多教会，因为有许多不同程度的意识存在于地球上。每个人都只能根据自己的意识程度去找与自己相互呼应或是能够理解的教会，因此对他们来说那就是对的。 不过，你可以改变自己的意识，那么你就会发现，许多你以前学到的东西都再也无法满足你了。这就是进步。当你开展了你的意识，你就会为开始新的问题寻求新的解答。不过，还是有许多人无法进步，他们只相信别人告诉他们的事。 终其一生被困在由父母、老师和社会所赋予的程序设定之中。改变思考的方式是有可能的。如果你希望自己能成为造物者所创造出的模样，你一定要愿意改变并成长。要知道，如果你做得到，那么你所思考或想象出来的就是现实。如果你所想的事物还不存在于肉身世界中， 那么，它一定已经存在于某个更高的层界里。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现实是你的祖父母们所无法理解的。比方说，电脑、有线电视、卫星、太空旅行，曾有一度这些东西仅仅是单纯的可能性而已。然而，有人很清楚这些东西的确可以实现，也因为他们这么想，并发想出了各种概念。 这些东西才能成为现实。所以，改变世界的力量存在于每个人之中，只是需要大家有动力让改变成真。也就是说，未来操之在你，以及你行塑想法的能力。别忘了，你的注意力所在之处就有能量流动。所以，如果你专注在负面的事情上，你就会用自己的能量将之强化。因此， 你一定要尽力有意识的将你的能量和念头集中在你真正想要的事情上。大部分人都被设定成无意识的专注在负面事物上，这就是为什么地球上的社会有这么多的问题。你们一定要改变思考的模式，重新设定自己，将能量运用在有建设性的正面事物上。我们有许多被闲置不用的能力。 因为从来没有人知道要去激发或使用它们。心灵感应是每个人都可能做到的事，不过在你们的社会里，这被视为是一种罕见的天赋，而非普通的能力。大部分人认为只有少数人拥有这样的能力。事实上，你生来就具备了许多能力，但是只有等到你知道自己拥有这些力量之后，你才能够去使用。 现在问题来了，我该如何停止相信并学着去知道呢？我在本章最后附上了一组程序，用来替换眼下的主流程序。不过要记得，它需要意志力才能发挥功效。无论你接收到的信息有多重要，如果你无法在日常生活中拿来活用，那么它就是无效的信息。好了，现在得由你自己做决定了。 要继续当个机器人，还是一个能够思考并创造自身现实的真正独立个体？如何活在当下的程序设定？我存在于当下，此刻一切都很完美、圆满且平衡。我不相信旧有的限制和匮乏，我不评断，只接受和理解。 我就是造物者创造我时的模样，完美且圆满。我不受过去的束缚，他无法控制我，只能教我从中学习。我向智慧全面开展自己，这份智慧来自创造我的造物者，我的一部分，并存在于我之内。我朝向崭新而行，目标是释放陈规旧习。我放下的憎恨越多。 我所收到以及付出的爱就越多。我用自己希望被爱的方式去爱一切所有。我视自己为个体，独一无二，无与伦比。我所有的经历形成了我这块独特宝石的不同面相，让我与众不同。我知道自己是灵魂，肉身只是我在这个世界所使用的载具。我是造物者与能量的一部分。 他们创造了我，每一天我都是自己选择要成为的人，而我脑中所想只有那些创造出这些选择的念头。同时，我也允许世间万物皆是自己所选的样态。我在自己的形式作为中获得平衡。我不是任何情境或任何人评价中的受害者，而是我自身命运的主宰。我是圆满的。 我体现了自身原本如是的美好。第五章，以太体的功能。以太是灵魂离开纯粹灵性层界后第一个进入的次元，它是个处于非物质或说纯粹能量与物质次元之间的地带，这是灵魂所拥有的第一个身体。 能保护灵魂不受到较低物质世界层界或次元的伤害，也正是以太这个次元掌握着我们对神圣存有的信仰。比方说神，它直接影响着我们能否知道自己是灵魂的能力，并让我们了解自己与造物者之间的神圣连接。所有圣人、灵性导师和大师都是从以太取得他们的能量。 所有灵魂都能直接透过以太与灵性相连，它让我们知道并相信神的存在，它也是我们灵性发展关键且必要的连接点。从以太，我们获得了充足的信心和极致的灵性力量，相信并知道神的大能，并能够感觉到这股力量，以此来说服其他人。以太是灵魂与更高的神之世界间的连接所在。 创造出灵魂与世间万物的所有的灵性能量都在此流动，它是我们与造物者间的神圣连接。我们在这个次元中努力，希望能在回到我们启程出发之处前，尽可能的在这些较低的层界中达到灵性的完整。打从我们被创造出来那一刻起，我们就展开了这段旅程。 我们不知道自己即将经历千百万次的转世投胎，也不知道自己是造物者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确实知道，也明白有个什么创造出了一切，而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成为它的一部分，同时也让自己成为创造者。一旦我们带着新的心智进入新的肉身中，这大部分的知识就丧失了。 于是，我们必须花上很长的一段时间，慢慢再度熟悉它，并学着使用它，同时理解所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新经历。也因此，有大部分的知识都已存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我们的潜意识大都以灵魂之姿在非物质世界中活动，而我们有意识的心智对这方面的知识知道的非常少。 所以，不断的在追寻着其实早已存在于我们之内的东西。少数一些灵魂能在转世时完整无缺的带着所有的知识和经历，完整丝毫没有遗漏，而且很清楚一切是怎么回事。这些是已经不需要再回到肉身世界的灵魂，但是他们却选择要回来，与那些保持心态开放并渴望知道一切的人分享。 把我们之所以存在的真相告诉他们。当然，也有很多人嘲笑这些人，并对他们嗤之以鼻。要克服这些困境是很不容易的事，这一切需要坚韧不拔的态度和力量，因为在掌控较低世界的负面力量与那些带来真相和光明的人之间，始终相互拉扯，僵持不下。然而，在所有人心底深处，大家都知道。 我们带来的是真相，这就是以太体正在试着要将所有真实的自我经历与寄居在此的肉身重新连接起来。曾有过许多伟大的灵性存有来了又走，而他们也将继续这么做，一直到所有灵魂都受到启发，而地球终于变成它原本就该是的神圣所在为止。 所有在这里的生命都理解并接受彼此是灵魂，同时放弃那些控制力量所制造出来的分裂，如同时间就是人类制造出来的概念，用来区分在这里生活的岁月。事实上，时间并不存在。你们在此所度过的一生就如同一颗沙粒，因为灵魂是永恒不灭的，而且永远都是如此。所以。 与仪态连接对你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事，克服所谓的潜意识自我，连接起你内在所有的自己，好让分裂不再。